我就是刚睡起来，然后就看到脸书来一个邀请通知，说稳定交往中。还一个礼拜前就有稳定交往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广场文化燕婷跟巨人来啦。我是燕婷，我是巨人。因为上次来录这个单元的是杰米露跟阿元，对，他们回去就吵架了。今天我为你们特别设计一下题目、okay. 因为上次我是凭 feel 有点乱出、就是想说我想了解什么就问什么。好，今天我是蛮认真出题的、okay.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没？ OK 我是。如果说超过七题都不一样，你们就是真的是荧幕情侣而已。不然你们看到了什么放闪的、都是假的、我们也没有很放闪啊，我们没有吧，对，还好还好。就是有点看了会觉得蛮感动的，我倒太闪了。对，我有在节制那个部分。请问，两个人的交往日期是西元几年几月几号呢？西元几年几月几号？不是徐熙媛哦。2019。对，今年2019年。OK， 好，一二三，一样哎。9/23是我们两个定的。然后为什么用定吧？没，我就是刚睡起来，然后就看到脸书来一个邀请通知，说稳定交往中。才一个礼拜前就有稳定交往中？哪有？那时候已经开始了，好不好？那他自己定的。我说9/23怎么办？他说我们亲嘴的那一天。我一设定完，我就好，那我就勾选。然后我妈就打电话来了，说、你跟谁稳定交往？开学的七天，反正他答应我大三才交，结果开学七天就公布了。对，可是蛮浪漫，他送出这个邀请耶。他送出这个邀请，这个邀请是很霸气的，因为很多男生不愿意公开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也知道就按了。我就也没有到只好。他跟他爸妈吵架之后又退回来。请问第一次接吻的地点在哪里 ？OK， 好。上次阿元连交往日期都不是一样哦。我看过那集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荧幕前。一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想要补充一些，写专业一点。你说很细节，那个、地点要说经纬度也知道是不是。哈哈哈北纬23.5。好，好来了吗？好，一二三。开始认识之后，我们就会自己去走校园。嗯，对，然后走校园就会走到那种暗暗的地方，然后就在那边聊天。啊，聊天而已，是手是的，牵手。聊天，对，没有牵手，没有牵手，没有牵手。哪根筋不对，就亲下去。没有亲下，他亲我下去。对，他还要蹲下吧？没有，我没有做到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分享那个，对于我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杯牛奶。嗯。然后觉得很好入眠这件事情，我在研究。就亲下去，然后这样，对不起，还跟我道歉。为此那天我还失眠，想说我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是一个比亲关系的人，他也没牵手，对，也没有，就直接亲下去。我不是一个这么随便的人。因为那天结束之后，我就去练习训练我那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很开心啊，这样，然后就很好睡。你是很少好，就是他大失眠，搞不清楚两个到底什么关系。请问燕婷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？因为你看，我们这么常在网络上看到你那种小资女的穿搭，这么多的衣服，那一定有最常穿的颜色。变哎，一二三，不一样。对，我心路历程是粉色，然后再黑色，再黄色。我觉得自己对粉色，哈，我觉得不够了解。我从大一点在一起之后，你每个挑的东西都要挑粉色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，因为他最近开始爱上黄色，然后前几天跟我说，哦，紫色也蛮好看的，黑色也不错，不对，他最近买一双粉色的鞋子，然后他就拿过来，很粉，很可爱，可是他答案居然是黄色，好，我可能真的喜欢粉，内心跟想要答的不太一样，两个人的体重加起来是多少？破破。还不是问一个人哦。等一下，要不要这个实测？不会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三二一，来142。正负3。哇，不行耶！等等，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。我们来厘清这件事情。好。因为刚刚开录之前，居然有站上我的体重秤。对，他站上就是100的。对。所以你在他心目中是45。我们的
整数啊，整数不是最好写。对啊，现在也是整数啊，42也是整数啊。哪里整数？你跟我想的好学是一样的，最胖其实就是45啊。我们说现在哎，现在前天量是45啊。我什么时候量过？你现在正在去量。所以你觉得陈怡婷谎报体重？我们来试。上次陈怡婷大哭的原因是什么？3、2、1，看答案。这个不一样哎。影片的速度太慢，拍摄速度太慢啊！哈，我有哭吗？那个是我们出国玩之前啊，因为我的频道出片率太慢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点吵架，有点争执。他是有稍微哭一下，没有到大哭啊，我就只记得他那时候哭啊。我不记得我有哭。那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获选 YouTube 优秀频道？这个是完全，这个是我真的哭很惨。这个人呢，其实不太会去收信件，因为我们要回 IG 回粉专，就基本上会把所有投入的心力都在 IG 了。那他呢，就是先粉专私讯我，然后 email 再来，就连续好几次去 YouTube 的官方，他说什么有那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还是2天的时间会放在 YouTube， 你登进去，他就优选频道最上面。对，然后我 lose 到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事，我 lose 掉了。我的 email 上面有写说，我的 email 之外还可以联络我朋友的 email。我朋友呢就截图那个 email 给他，没有给我看，我就哇哇哇哇，我就说哇，我怎么会是做这种？你等于至今没办法成为优秀频道哎。没关系啦，就继续努力。请写出一句巨人的口头禅。好想两人交往7年呢。3、2、1，好痛痛。好什么情境会用到啊？这句话很实用哎，很多情境都可以用，骂人也可以，骂事情也可以，对，都。他很常跟我说：“哦，我对你哦，真是头很痛。”然后又煮饭煮错，哦，头很痛。然后猫咪干嘛？猫咪敢死大太空，哦，头很痛。这句话其实是我，我跟我的玩游戏的朋友学来的，都会用到。他们玩一玩，然后被打死之后，哦。都要弄我痛痛，就出来蹦出这句，就像让自己打电话，痛痛痛痛。这句蛮实用的呀，我要学起来，而且不会骂到人。对，而且就很幽默，很好笑。还会有人误以为你头痛。我怎么痛？我刚开始出去想说，他们吃心露露，不能感冒要什么？我给你一包了。不，这没有形容词痛痛。请问陈彦廷吃火锅第一个会放什么料？1、2、3，什么火锅料？高丽菜，喂，不一样哎。还有，我最后才放。你是不是吃饭都没在看别人？没有，没在看的。我不喜欢把肉放在我的锅里面。对，你放在别人的锅里面。对，放在别人锅，然后别人就可以喝我的清汤。啊，我会喝到杂质。我不想要我的锅有杂质。请用一个动物形容巨人。好，3、2、1，星星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然后篮板上就在那，蛮帅的，听起来。帅吗？你确定？那个画面出来，大学的就会不同。哎，他以前是红色的头发，我帮他染的，是红毛猩猩。我现在紫毛啊。紫毛猩猩。英文字母 A 到 D， 请写一个字母。请写一个字母。还是把这样，你们对看一秒，看有没有想法。好来，好来，请对看。好，稍微眼神交流一下。好，3、2、1，来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写的是我胸部的大小。神经病 ，T 字不会比较油亮？不是 ，T 分量啊，合理。他想到的是我。最喜欢干嘛的地点在哪里？最喜欢干嘛？都可以，就是你觉得干嘛是干嘛都可以。最喜欢干嘛？我最喜欢干嘛？我就偏往那里走，3、2、1，床上。床上可以干很多事情。好。干嘛？打手机啊！打手机，可以。你在床上干嘛？玩手机啊。好，那你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五题。啊，五题，一半。一半。算是过关了。所以阿元他们好很多。好，非常多。这个大
也可以开放大家来挑战，不管是情侣或是好朋友。你如果想要挑战这个单元的话，你可以报名留在影片下方，然后之后就收其他的客人来。好好，谢谢燕婷跟巨人。Yeah. Yeah. 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来发了我们三个的 IG， 还有订阅我们三个的频道。OK， 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把小铃铛打开，拜拜。拜拜。我都讲那么快。